Hello， 我是林诺，今天来玩古老大剑。这把大剑朴实无华，面板高，长度普普通通，主要是战绩第二下很猛，削刃跟冲击力都超高，缺点就是耗耐也高，能吃到的真伤护符不多。这把大剑大概这样，没什么好介绍。因为偶尔会使用平 A， 所以带双手剑护符。压力山大碎片，增加战绩伤害。古王护符，延长祷告持续时间。双手剑护符，增加双手攻持伤害。双手龟护符，超快恢复耐力。黄金树立式，增加攻防。火焰誓语，增加物理伤害。基本上点力量就好，灵巧不太需要力。最近找到方法走出来了，而且是两全其美的方法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成为一只天狗，目前还在处理啊，之后再跟大家说说这是什么方法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应该快看到曙光了，还是就一个免费的赞，感谢各位。